从那个视频来看的话，他这个年龄包括他这个性别能看出来吗？他们说是男熊猫，这边的区域范围里都是野生大熊猫。现在好了嘛，他们也人和动物和谐共生了的嘛，人可以走的区域大熊猫都来，都敢来，他胆子比较大了的嘛。离他远一点啊，不要你干扰他的生活就对了嘛，让他顺其自然，他自己回归自然。